sunset be home. Om Guru Len sunset be home. Om Guru Len sunset be home. Om Guru Len sunset be home.定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祖师坦诚诸佛诸尊及今日修法主尊南无大如来佛。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早上好。乌玛尼巴咪哄，法师好。好，昨天晚上从印尼弘法回来，这一路上可以讲都没有休息，今年非常的忙碌，这个忙到真的是让人家觉得怎么有可能这样子的一种安排，一种这样子的运作。不要讲先前我们做的100多坛一个多月的附魔，单单我们在回美国，我是4月多回美国，这先前从2月多开始忙，然后这个过年在巴拿马就这样 一路没有停过。那回到台湾，菩萨说要做108坛，如果加马来西亚啦加哪里是可以，但是我认为我们要做就是在一个地方把它累积做起来。所以呢今年非常的紧凑，回去前这个12月底1月初在哪里？好像是在巴拿马，然后又带到美国，又到马来西亚，还有泰国，然后回来，回来又在做，然后又再到回到美国，美国回来，都是怎么讲呢？都是现在做完法会，马上就是赶机场的。然后机场到一个国家下来，马上就接着又在做法会的，所以这个如果飞机有一点偏差，有一点差误，那真的就糟糕了。所以我自己告诉我自己说，绝对不可以再这样安排了。这个让大家精神上也非常的压力，像好像我7点半的飞机在台湾，上一次是什么6点才离开。哇，我看四周围的比我还紧张，个个都在那边呼叫上师啊上师啊，可是你就是这么多的事情你怎么办呢？法会完还同门问师啊，这里安排啊，像这里也是一样啊。这个几月几号，5月4号，从5月2号做完台美国的紫莲堂的堂庆及文殊师利菩萨的圣诞，然后是1点多飞机，半夜11点多跟大家挥手，大家也赶得要命，幸好我们的机场离我们堂5分钟路，所以呢回到台湾14个小时，回到台湾一下飞机6点半抵达，马上8点我们在中心又做2坛那一天呢早上一坛，晚一点再做一坛，来回向给印尼。然后5月5号的清晨6点多又在抵达机场到印尼去，然后昨天晚上回来，然后现在跟大家同修，这个坐在这里，经过这样一路的这样子的非常的这样的紧凑的安排行程，今天坐在这里修法，跟大家做这个早自修修法，非常的舒爽。哇，你们如果没去这样子的混乱走一趟的话，你们不会觉得这里是天堂啊。我以前有讲过，能够在这样子的安静安宁安详的氛围气氛，那样凉风习习，你知道我刚从印尼回来34、5、6度，那种又没冷气，连电风扇都有时候没有，为什么停电啊？没事，整个不是你这一家停，是整个城镇停电啊，没事就停，一天停好多次啊。哇，
所以这个你要去想，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这个自动发电机，反正就是非常的那种气候，你怎么讲，而且是非常的乡下，比较可以落后的，落后的印尼比较这种原住民他们的区域就比较落后，可以讲比较贫穷一点啊，在这样的感觉上，尤其那个马路，哇，如果没去过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走，坑坑洞洞，那个根本没办法能够速度说能够有一个定速，这样子很顺畅的走过。一个人真的是要历练环境的这一种磨练的，你在一个越苦的环境或是越多的障碍的环境，你在那边生活居住过，你再回到顺利的，有机会遇到顺利的，你会在顺利的环境当中，平坦的路途当中，人家在说什么，你会觉得这个算什么，哪里有这样子严重，没有事，没事的，这是真实的，你一定要去经历你才会知道。哇，以前我们每天在这里修好像应该的，这种气候，这种啊、哦、这样子的环境好像应该的，可是你去到那里再回到这里，你就有所比较了，你就知道天堂啊，真的是好有福报啊，那里真的要什么没什么啊。啊，中午吃饭了，吃完饭了两点法会，早上十点就开始问事，哇，问了还有一点没有办法问完，说明了只问这几十个，五十个就好了，可是后面还三十几个涌进来，你怎么办呢？所以就告诉他们，哇，围着你，他们没有问到，围着你，他们很紧张啊，我们也很紧张，因为看时间要法会了。那跟他讲，照理讲是没有问这些，可是你又不能说我不问，所以只能跟他们讲，我明天交给你们，我回去晚上法会做完，我加班赶，我把他问完，明天交给你们。因为他们以为问完就要开车回去了，他们不是来参加法会的，他们是来问事的，啊，用这种方式哦，我才知道，那明天给你们，那几点啊，讲好几点法会，哦，他们来参加了，所以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是为问事而问事，啊，这是最主要的。其实修法，我常常在问事中写四个字：修法回向。我发现到我现在要去刻个大印章，我不必写了，全部所讲的都是一样，吭，修法回向，嗯，好了，对不对？修法回向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来问事的人都是因为没有尝试真的定下心来，清除你的一切心理的障碍，你没有从中去体会得到的佛菩萨的光明加持和铸造的这一种觉受，没有得到这样的法流的加持灌顶，所以你不知道修法可以承办一切。我们一路走来也就是在修法，同样就是这样子一个法，师尊传的，就这样子修，这样子的回向，这样子的问题把它摊开来，求菩萨的光明佛光铸造，就是这样，让这些障碍去除，让这些疼痛去除，让这些亡灵往生，让种种的问题去除。一坛不行，五坛、十坛、一百坛，你做啊！就像我们的紫莲雷藏寺，在人家的美国大州加州申请要建庙、建学校，那么容易吗？在一个州政府管辖之下的公园里面，四五百亩地，唯一的一个五点多 acre 的地要建庙，四周都没有邻居，你以为容易吗？
不可思议，不可能。所以这样子的跟政府之间的申请，跟公园局的申请，跟两个政府，因为路口是一个政府，庙坐落的又是另外一个市政府，水利局，因为那都是没有开发的，重新开发，什么都要重新申请。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你买一块地，四周围有邻居，你接得到水，接得到电，地下的水管，你的废水处理，种种都已经有设备了。我们是重新开始。你想象中，用想的，如果神经这种从来都没有去建筑的，又是在别人的国家里，这个国家的国教是基督教，70%-80%的教徒信仰是基督教，我们这个佛教徒是这么样子的少，少数的一支的信仰，我们的华人在整个美国里面人数非常的少，又要建立所谓的不同的宗教信仰，然后我们的这一支派真佛宗在佛教里面又是新兴的，不是传统的，所以自然而然困难加困难加困难，我们又没有什么组织财团政治背景来替我们撑腰，我们都是一群草民，一般的百姓，双手空空，都是去人家的国家去白手起家，第一代移民的，你说容易吗？不容易呀！我现在回头去想，我是怎么样子敢有那个冲劲，在那种地方，而且我自己又没有在美国受过教育，读过书，没有在那里任何的背景可以拿出来跟人家那边争斗，跟人家那边争取一席地都没有，而且还四个小孩，家庭主妇，你说怎么样带领，怎么做？我到现在回头去想，真的非常的恐怖。这一条路走来将近30年，是怎么走过来？而且这样已经是很困难了，你还要走30几个国家，不停的到每个地方，300多个道场，不停的这样子走。所以我刚刚一开头讲的，不停的，不是说回到自己的地方就休息了。那一天5月4号清晨，早上做一坛父母，那这个莲崇法师很好心，找了我们一个平常来替我们调理的，这个周师姐，哇，她很好心，前一天就把她带过来了，就叫她来，哇，然后不知道我临时说要做两坛父母回向给印尼，所以他还怎么讲？听那周师姐讲，他已经安排好了，早上帮上师调理完，带上师去泡汤。哇！我说为什么不早讲呢？这都是马后炮，你早一点打电话跟上师讲，在美国，我回来就好好的照你的安排去享受。如果事先都没有，我是拼命阿郎的。我在修法上面是拼命阿郎的，我在做附魔当中法会是拼命阿郎的，不然我怎么有办法能够做这么多？我不让自己有空闲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人一旦有空闲，你一旦精神松懈，你就不积极了，你一定会放松。放松的结果是什么？稍微有一些发条要上紧，你就不适应了，你就不适应了。如果说我们早上不早早课早自修，随意大家，你可以自由醒，你可以10点醒过来，你可以12点再起来，你这个修法早上的精神，早上的空气，早上的这样子的一种练习，你就没有上这个发条了，你就会随意了，松懈了，不适应了，不习惯了，生气了，埋怨了，讨厌了，
就是这样子了。人就是这样，时间到了，你如果定期吃饭，你就时间到，哦，要去煮饭了，要去吃饭了。你没有这个时间规定的这一项事物项目的一种好进行，你就随便了，要吃不吃随便，是不是呢？要怎么样随便，都随便了。好，如果说你要吃饭，要烧菜，要烧肉，你就会去买，要烧什么菜，事先规划。像我以前有说过，我在加拿大移民的时候，7天，礼拜一到礼拜天，每天3菜1汤，我可以3个月不重复同样的菜跟汤。我说过，这是真实的。那时候在加拿大，生活非常的固定，不是我会烧，而是有很多的食谱，然后又参加家里附近的这种社区的这种学习的这种煮菜的，自己中国菜里面有分南北，什么菜都有，然后南方菜、北方菜什么菜，然后又这个国外的，哇，又德国、法国什么猪，德国猪脚、法国什么菜都有，你就去学，你有兴趣、有时间你就去学，这种社区都是非常少钱的，而且很迅速的，这一道菜，哦，就直接就去学习，回来就照这道菜的材料 ，OK， 老师怎么教过，我们就回家去烧，就是这样子。那经常你有时间嘛，你有时间自自然然你就越学越有兴趣，连插花连什么都来，想学什么就学什么，那回来就改变家里。啊，这个一个老的，一个少的，哈，周师兄跟我大儿子的生活让他们惊讶，让他们哦 ，surprise 惊奇，哇，每次哇，今天又吃什么德国菜？哦，明天吃什么？哦，墨西哥菜？哦，后天吃什么？哦，马来西亚菜，每一天都在变化，让他们看他们这样子欢喜的这样子等待，妈，今天要吃什么？连点心也一样。经常变化不同的点心，一下课让他们就有得吃，呼朋好友一堆就回来抢空一堆，看他们这样吃也很满足，哇，那呢做久了又要再去学习新的了，让他们又觉得很好，这就是人生呢，是不是很开心啊？一般人的家庭就是这样，能够做这样非常的幸福圆满。我每次弄好了，等周师兄一坐下来，老酒一杯，他喜欢喝点酒，哦，给他端一杯，然后呢，菜，你要知道我盘子不重复用的，4、5副的不同的盘子，每次同样吃同样，你的胃口也会消失，还点缀的，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什么样子，哦，鱼就要鱼盘的样子，不是就是这样子圆圆的，永远就是那一盘，形状都会变的，然后弄好。然后氛围气氛有，然后周师兄做主位 ，OK 好，他就吃啊节啊，还旁边放一本啊，这个小说，他喜欢看武侠小说，那时候，还他哪一天看完那一页，我还把他做个记号哦，夹一张纸哦，今天读到这里 OK， 然后他就一面吃稍微看，然后就在等待什么？等待他这中间啊，老酒喝饱了。菜也吃得差不多了，然后就会讲一句话，这就是人生啊，哎，我们就非常开心，辛苦一天就非常高兴，就为了他讲这一句话，他也没有跟你讲，老婆你烧得好好吃哦，老婆你真好，都没讲这些称赞，他就讲出他自己的感觉，这就是人生。我们没有钱，一般的家庭上下班买一栋房子，很努力的去供他，什么都是分期付款，一个小孩就是这样，你说什么呢？所以呢，能够这样子吃得饱，不说是吃得好，但是吃得很满意，然后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呢，我们把家里准备的洒扫的干干净净，
有空闲、有节庆，就叫一些朋友来家里唱唱卡拉 OK， 打打麻将。哇，非常棒！周末啊，如果哪里有什么样子的娱乐节庆，哇，我们就开出去走走绕绕。那是我们最远的地方，就是从加拿大温哥华开个3个多钟头到西雅图去，这就是最远的旅游了。不然就是到附近的公园走走看看，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有规划，有规划的人生。周师兄非常的紧凑的生活，每一个月除了付给银行，再怎么样子省啊急啊，我们很少到餐厅去吃的。这个钱省下来就交屋款啊，交屋款，因为他个人不习惯去银行好借贷的利息给人家赚，不习惯好用信用卡去然后去还这些利息，他是最不习惯还利息的人，所以他拼老命好，有时候跟老板要求加班，拿一些设计图回家画，赚一些多余的钱去付屋款。所以有的人付了20年、15年，甚至于25、30年还付不清，然后我们很一下子5年借30年，第一个目标5年还清，5年不行，第二个10年，是有计划的。所以你人生有一个计划的目标，你生活起来就不会松懈，好，不会散漫，会非常的有精神。以前我们是这样走过来，所以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如果没有这样，人是习惯性的动物，然后你不整理房间，东西乱丢，你习惯这样东西乱丢不整理，你习惯不洗澡，你习惯不洗衣服，你闻习惯那个臭味酸味你不觉得，但别人如果不是跟你一样的生活，马上就可以知道你的生活态度是什么，马上可以知道你是什么样子。你习惯啊，动作啊，抖啊抖啊抖啊，我经常看到有的同门问事的来问事，做就做好，就我就不知道那个。有一次我问事，在我前面一直晃啊，那两只腿就是不能停。像我大儿子也是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走坐就坐，就为什么那个脚是有什么问题吗？不会累吗？抖半个钟头不会累吗？没事就抖到我眼花缭乱。有一次我问事就是这样。哇，我说合掌，好，观想师尊观音菩萨注顶放光加持，你好好跟他们祈求你今天要问了。结果我就看到那两只腿咚咚咚咚咚，其实眼睛闭起来都已经看不到了，就是被影响。你眼睛张开你就是被影响。到最后我就跟他讲，请你把脚安定下来，不要抖动，否则我现在接受不到讯息，完整正确的讯息，菩萨给我的都是抖抖抖抖抖抖抖。如果你想要得到正确的迅速的答案，请你不要抖。我那个人说好好我不抖，可是他习惯抖了，结果停不了2分钟又开始稍微这样动。我说你再动我就不回答了。他说可是我都习惯一坐就要动啊。我说可见你这样的心态影响你所有的人生生活的态度，都在抖动，都在浮躁，都在不安，都不能停止。你从这个问题，你的动作就影响生理，影响你的心理，影响你周遭了。你这个人一直处在浮动不安当中，连一刻安宁都没有。他说你怎么知道？这怎么直接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去问呢？这种要看小事哦。这个就是成为一种惯性了，惯性就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态度、精神了，你就会变成不是那么样子的一种积极了。所以我是这样的态度，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走过来，这样走过来，我说过跟着我的法师是很辛苦的，因为我都没有停了，走到哪里就非常的哇拼老命。
那去印尼，哇，那个坑坑洞洞的路，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够忍受。晚上到的时候，天黑看不到路况，可是开车的司机如果没有很慢或看得很清楚，我们就铿铿锵锵铿铿锵锵，哇，我的腰骨又不好，所以我一直忍着，哇，然后去到那里黑压压一片。啊，当地人本来太阳大就比较黑了，加上那个灯啊，有的坏掉，有的什么，哇，黑漆包又热，哇，那个跟着我们前去的连静跟连纯法师第一次到印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第二天我看到他们走路，连纯有一点在歪了，又背一个大的摄影机。哦，那天气又热。哦，他又不适应，临时又当上摄影手，还坐在旁边，摄影机都歪一边了。我坐在台上，哎，连纯他还在那边，摄影机本来是这样，噔，不能这样。啊，累到实在是大概是没办法，热到实在没办法，这是真的。啊，真的大家都不能适应那里，然后。我天天只要走那个路，我就会讲。那我们同门跟我们讲说没办法啦，上师。我说难道没有好心人士来铺路吗？他说上师没有用啦，因为你铺好了，马上大卡车一过又坏掉了。所以就变成你铺好又坏，铺好又坏，铺好又坏，就变成就没有人要去铺了。就讲这个话。反正坏就给他坏了，你铺都没用。我说那就等于是吃饭生活啊，你今天吃完一餐还有下一餐，真是麻烦，还要烧还要煮还要买啊，不要吃了不要吃了。同样的心态态度啊，你去把它连接到你的生活必须要的话，你会认为是多出来的嘛？为什么我们早餐吃过第二天早上还要吃？为什么中餐晚上吃过还要再煮啊？每天都是重新又开始。洗过澡了为什么还要洗？穿了衣服洗过穿上身上为什么还要再洗？肮脏了啊，有味道了啊，肚子饿了，所以要再烧啊。生存生活的条件就是这样，重复的来，重复的来，重复的来。就是这样啊，哪有说路走过了铺好了坏掉了 OK， 这世界上没有永远的事啊，没有永远。尤其是身为佛教徒一定要体会无常，这人生四周围一直都在变，一直都在变。你像我们自己每天也都在变，你没有感觉。你看你的脸，你看你的相貌，岁月你看不出来，因为你一直觉得是这样生活。可是你比比以前，拿起以前的照片跟现在，确实是有差。怎么会没有差呢？你自己最能够感觉了。上了一个年纪，你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记忆力也衰退了，动作也缓慢了。以前能够这么样重的东西能够搬，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以前可以从多高三两下，我以前年轻啊，我不像个女孩子。周兄常常那时候讲，我根本看到我就是一个男的。我走路不会像楼梯一步一步稳稳的踏，我是上楼梯是两阶三阶踏的，我下来是三阶四阶跳的。别人走个几分钟的楼梯几层楼，我三两下就跳下来了。那时候觉得是哇，自己很神气，手脚灵敏，哎，你看我现在能够这样走吗？不可能呐，是不是不可能呐？上了一个年纪，人生就是这样无常啊。以前跟我哥哥他们在玩，他们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一楼多，我也跟着跳啊。爬树也是啊，多高的树都爬上去睡觉啊，去摘芭乐，去摘龙眼吃啊。到乡下都是这样子啊。现在呢，哪有可能？
无常啊，无常。释迦牟尼佛教的就是无常，要我们众生去明白体会无常。你了解这个无常是在你的人生生活里面本来就固定具有的不变的程式，那么如果你不想要这个无常，你就开始产生出离心了。我能不能不要这样无常？为什么人心一直在变？今天这个人对你好，明天对你坏。为什么常常环境事物都在变？今天有，明天没有。今天失，明天得。啊，后天得，啊，大后天失，失去的失。为什么不停的一直这样？一下子心情好，一下心情不好。一下人家称赞你，你就高兴；人家骂你，你就生气。为什么？为什么？一下天气晴朗，一下下雨，一下刮风，为什么？为什么？一下听这个事情，哇，这个国家这样，这个地方那样，为什么？你这种种都在教你，这个是无常的世界，不是永恒永远的世界。没有永远的爱，没有永远的美好，没有永远的生命。你生下来就要去体会这种事情，你体会这种事情，你就开始要找寻能不能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世界没有这些变化，永远永恒存在。这就是当年释迦牟尼佛清醒的智慧，所以就开始处理能不能不要死。从小生活相聚的家人爱人能不能永远都在，合得来的人永远都在，不可能啊。你去体会这样子，你开始去找寻出离，这个出离心就出来了。去找寻方式的时候，出离心就出来了，出离心出来就有这个因缘。所以我说大家现在要求什么，要钱啊，我看那个问世的我都看不懂了，印尼话他们都要翻译。上面事业，我的哥哥，我的先生，我的，我要这一生要有钱啊，要有权啊，要美丽，要英俊，要健康哦，要事业成功，要什么？哦，你看，这就是人生啊，这就是人生。有了，要再有；没有的，就追求有，就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走到哪里，世界各地，不管什么语言的人生的人、民族、众生，都一样的想法。谁不想呢？谁不想要这些呢？这些人都是年轻的，还没有尝到真正的无常的。那年纪大一点的，健康，这个痛那个病，能够怎么样？在这一次我去印尼，最大的感觉就是什么？说出来他们叫做穷。整个佛堂一切都是要靠有心的人，哈，这些华人去捐。有心的人去捐，什么都是人家捐出来的。他们的问世跟我们的这些有经济背景能力的同门，住在好的城市、大一点城市或大城市的同门，问世表一对，你就可以发现到不同之处在哪里。不要讲其他，讲健康，他们最多的病是什么？胃肠不好，胃肠不好，胃常常觉得不是很舒服，就这样，没有其他大病了。以平均50-50个来说，那你看我们吃得好、住得好、有钱、有生意的人，
有房子、大房子的人，有工人、服务的人，你看，中风啦，这个什么三高症啊、癌症啊，或什么这些的，你看，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啊，然后现在这些什么都没有的人，要追求这些已经有问题的人的生活目标，因为他们非常的。就可以讲我们现在叫做现代人跟这种好像物质发达科学医学发达的地方的来看他们是非常落后的。我好像回到了五十几年前的乡下台湾，我从台北到乡下看的赤脚背着那个什么棍子，后面叫什么锄头是吧，到处都这样子的啊，不是扁担，好像锄头挖的那个锄头，就这样走路，你知道，就这样走路，随时好像去耕田那样的那种农夫，到处都是。然后那个牛、那个羊、那个鸡，我们在做法会的这一个同学会的隔壁，我们在唱奏，或者我们在开示，牛就也跟着我们在和音，哇！那声音之大啊，我还这样眼睛去看窗外，那个牛头就在我们这里参观，非常非常的讲乡下啦，啊，非常多。所以这个你这种生活你怎么讲，全部都是你看那干净多了，他们一间小小的店，我就想到我们的仓库，我们真的可以开好几家店面的，就像我们仓库小小间，然后每样东西就排着，我们的贡品架就是他们的杂货店，就这样卖，一点点卖。那里没有加油站，你在走这样子的羊肠小道，走这个路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那个架子，一瓶一瓶像汽水瓶那样子。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怎么到处都有这样一排。哦，原来有一天我看到摩托车停下来，有个人就买一瓶就加，自己加，他一瓶就像这样子，一个一瓶这样子，比这个再大一点，就自己买油来加。你看，这是乡下到这样，没有加油站，没有什么这些，就是这样子，油买来自己装好，他们卖的人在家里这样路边这样子。啊，就这样加油了。结果我发现到，啊，这个胃肠不好，最严重的就是胃病，胃肠啊，不是叫胃病，好像有一点不太舒服，都没有人有什么健康。可是这些有的人，已经有的发达的肌肤，要么要在赚钱，要么事业失败，要么投资失败，要么被人家骗钱，要么怎么样，本来就身体健康怎么样。两种人生，两种遭遇。我到大都市问，都是这样子，但是到纯乡下的，他们没有电脑，收到不到电脑，电视收得到，那里没有网路，就是这样子。你看生活多好啊，多清纯啊，所以他们要求改变他们的生活，要求怎么样啊？好吗？啊，没有高压电，没有什么电线，晚上路黑夜了，一片黑，靠自然的星星光、月亮光。早上起来，在那里不用闹钟的，你自然时间到就会醒。这里乡下这样，遇到热天，自然太阳一晒，温度提升，你根本就赖不了床，你就是要起身了，呼吸那个空气，哇，多棒啊，多棒！我是因为住到乡下来了，我能够适应。啊，我们这段时间，啊，在这样什么前搭不到镇，后搭不到村的，啊，前搭不到镇，后搭不到村的这样的
环境已经习惯了，这种心情已经平和了，要什么没什么都要事先准备好，但是也尽量都在生活当中能够节约，因为这种多出来的不见得就是健康的。你看哦，整片都非常的干净，因为都是自己做自己来的，你到了那个杂货店到处都垃圾，特别脏乱，就是那杂货店的四周围，喝的瓶子、包装的纸，杂七杂八的就丢了满地，其他地方完全干净，没有所谓的需要垃圾车来每天啊来接这个垃圾。你看我们每天制造的都是垃圾，这在淳朴的环境根本不需要这些，你有哪边垃圾造的最多，就表示你的烦恼最多。以前我们都没有这样需要垃圾的啊，那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在那样的环境，所以当他们讲，哇，我们要怎么样？啊，他又是原住民，这是我第二个原住民到原住民印尼的国家原住民去做法会，第一次是在三宝龙，那里有个原住民，听说那个村庄的原住民700多个人居住，全部都皈依真佛宗，只有20几个人皈依基督教。所以那个村庄呢，啊，我们的同门都去帮他们设好一个大佛堂，盖好一个佛堂，变成那个村庄的聚会处、联谊处，他们都修法。那么我10几年前，啊，去那边弘法，那其中这个法会完了，就开始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就有一个黑黑的人就举手，啊。因为我们的同门都皮肤白，那他们家黑，我就知道哦，原住民当地人，他就讲话，翻译下来的意思说，请问上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穷？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穷？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改变命运，有钱吗？就这样讲，他们告诉我们每次有法会，道场就派出2部巴士到他们村庄，村庄700多个人，大家抽签，这一次谁抽到了，谁就坐这个免费的巴士去参加法会。2部巴士差不多40-50个人，700多个人，40-50个人抽签，你说不是每次你都幸运被抽到，再加上如果固定的身份的人每次要参加，譬如说堂主啦，譬如说什么助教啦，譬如说什么，他们的位置就已经去除一些了，所以很想来参加也没有福报机会来。哦，我就知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那我就告诉他们，你们700多个人都皈依了，太棒了！从来没有一个社区、一个地区全部几乎都皈依的。今天的真佛宗教大家的观想是一个念力、一个念头。你们想要有钱，你们想要改变命运，你们每一个人都去观想，根本上师、佛菩萨、财神。黄财神放黄色的光，黄金色的光来铸造自己本身、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房子、自己种植的地方、自己的道场，全部每个人发出，就像黑暗当中每个人拿出手电筒、拿出灯光蜡烛，700多个你就亮了。我就这样告诉他们，你们的种植物是什么？他们说种香蕉跟玉米。我太棒了，你们种的是黄色的东西，在我们佛教密教里面，黄色是代表真意，你们又种到精意、真意的食物，拿来好好的观想，好好的供养，
我这样告诉他们，每个人老少大小男女都这样子去想，你们自然就能够改变命运的。我记得那一次我这样回答，第二次去我就跟主办单位讲，我们去那里办法会，不然他们700多个人永远不可能一起做法会。主办单位说不行，没有人这样做过。我说为什么不行？他们没有钱买贡品，他们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条件做法会的。我说我们帮他们呢、啊，他说我们的同门不见得喜欢愿意这样子去做，怕担心他们以后会养成胃口习惯，什么都好像必须要给他们，他们不要造成他们的这种依赖。那我就听了以后，我就口袋掏出来，拿2000美金给他们，我来买贡品，好吗？你们买贡品送上去，我出钱，可以吗？不需要他们，我出钱可以吗？2000块够吗？啊，15、16年、17、18，我忘了，可以吗？哇，他们吓一跳，然后他们就讲不行啊，上次即使你买了贡品去，他们不会报名的，他们从来不报名，没有钱报名的。我说没关系，不需要报名。还有什么？他说哎呀不行啊，上次他们没有钱灌顶啦、啊、给供养费了，他们从来参加灌顶不给红包的啦。我说我给，好，你怎么给？我给他们钱，然后他们钱再去给，这样可以吗？反正你们所说的所谓的困难，所谓的问题障碍是什么，我们一一的去迎刃而解化解，可以吗？我能不能走这么一次去那边做？不然他们要抽签到什么时候能够全村的人全家的人都一起参加。后来这些困难解决了，我们就真的就去了，真的所有的贡品都是我们山下买去的，他们就能做什么平常吃什么你就拿出来，那都是看到玉米啊，看到这个什么香蕉啊，看到什么这些的，因为他们只能种植这些嘛，他们什么都没有，小孩子也没读书，因为没环境读啊，哇，个个都没有钱，你怎么做？所以就在那边做一次。然后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告诉我说3000块印尼币，就3毛美金啦，3毛美金就等于多少？10块台币啦，好像是这样子啦。啊，我就给他们包好，给他们700多个人。那就是灌顶，就来接受灌顶。那灌顶完了，那个钱就丢在一个箱子里。结果呢，他们大概没有人看过说给钱的，大家都舍不得丢那个灌顶箱，都带回家了。那好好，上次这么好，这个上次怎么这么还给我们钱？他们没有去训练过所谓的供养布施嘛，就永远没有福报嘛。那这么一次去开示去鼓励。那我已经10几年没去了。那昨天和前天的法会，那个丁师母就出来讲，他说上次去的这一个地方，拉木村的这个地方，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一个上师去做法会。他们以前好几个家庭才1、2部摩托车，现在每个家庭至少2部摩托车，表示什么？改善了，改变命运了。我就出来对着他们讲，啊，哦，那一次以后，然后样貌都不一样了，大家那本来黑黑的、暗暗的，那现在都开出来了。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小孩，个个都哇，浓眉大眼，精神哇，活力，然后那应对智慧，那他就讲。晚上8点开始，全村聚会在一起持四尊心咒，直到清晨，没有人离开。哇，多感人呐、啊！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力量啊，这就是力量啊。有几个人是晚上8点开始念咒，念到早上10点的？我记得有一年，
这个大海啸灾难来的时候，师尊在闭关的时候传出大救难咒，我们梁皇宝忏十二月啊，这个七天拜完，一月一号我就接到了这样大救难咒，马上就告诉大家，我们开始念，啊，开始念咒一万遍，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们有200个人走的，离开的只剩200个人，就开始持咒，就开始念。结果呢，你就看着一群群的人，一个个的人，就这样不见了。啊，最气就是我们的法师支持不了了，到后面还走就走了嘛，就借故是上厕所，让我知道说你不在。我们没有中间说啊，大家休息，反正你要上厕所，你肚子饿，你要怎么样，累了你去洗脸，就随意你，不要一下子就停止大家的气氛嘛，就是一直一直累积下去。然后我就看到那法师还在，还跟我顶礼，还手跟我挥，你走就好了，你还来故意引诱我干什么？我那时候喉咙沙哑呀，我本来都很好，一念这大救难咒，放，还带高烧哎。那个妙行本来要回家睡，他为了说要陪妈妈打气，他就在下面跟着念，可是他熬不下去了，熬不下去。他就跑到我的桌子法座下面，他说：“妈妈，我在这里，你看到我，你就会有精神。”结果他打呼，哎，呼呼，哇，吸引我，勾引我睡觉。你看这样子，从整夜，那时候我记得是几点开始，一万遍哦，大家念哦，真的就会比较拖延，那个救大救难咒又比较长。我们从下午1点念到隔天早上10点，你看看呢，不知道是怎么应付来的，就是，要吃就自己去吃，哪里要去吃自己来，就是这样子，不要停。有了中间好像真的大家，我看大家都好像有停一次还2次，去洗个热水脸，去动一动，因为你一直坐在那里，整个我是一直撑在那里的。10几个钟头，不简单。所以我一听到，哦，这个朗木村的原住民，这个道场，哇，700多个人，不得了啊！他们的同样的念力观想，难怪大家都改变命运了。每个家家户户，1、2部摩托车，哦，这个环境不错咯。啊，那个丁师母、丁师姐出来讲哦。所以我就鼓励他们，鼓励他们。那时候去只是做一般法会，还不是附魔，附魔是最感应的。这次来给你们做了3场的附魔，1场的释迦牟尼佛的浴佛，你们应该比他们更加的有力量，有福报。鼓励他们，这条路是你们每天都要走的，不要等谁来做。是你们的生活，是你们需要的，你们自己要承担来改变。每一个家家户户去挖一些土，挖一些沙，因为乡下到处都是，每个人扛去那里。我说我不住这里，我只来2、3天的，我都受不了。我第一天遇到这里，第二天早上一看坑坑洞洞，我就在问这些是怎么样做。最后一天我说哪里有得买，我都想要把它铺下去。如果你一时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条件，我看到他们牛都吃草，家家户户到处原野都有草，不会去割一些草把它铺平吗？那个地就不会有坑洞，走路哪里又下雨又泥泞的不得了，都没有人有心去想吗？我常常去印尼告诉他们，如果我这一世诞生在印尼，我未来世是比黄财神还有钱的。太多福报的事情给你去累积去做了，太多的福德功德让你去广结善缘了，太容易了，那太容易了。所以我就这样子告诉他们，本来我是打算这一次去我不会再去了，我就为了要鼓励他们说，如果你们铺好我就来。
你们铺好路我就来，那这样吸引他们，不晓得他们懂不懂，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在机场的时候，连春法师跟随几天，我看他昏昏沉沉，很辛苦，大家都很辛苦，跟随去的都很辛苦，热嘛，热得不得了，哇，中午吃完一餐，晚上做完法会差不多八九点，然后莲经法师跑去跟他们讲，晚餐呢，上次还没吃晚餐，那你们准备好没有？他们那些原住民就好奇怪看着你，什么晚餐，什么晚餐，听不懂，上次还没吃啊，啊不是中午剩的菜吗？哦，他们是这样子的，中午吃好，然后呢剩的再把它整理一下放在桌上，他们也没冰箱，注意听了，没冰箱，这么热的气候没冰箱，真的太棒了。什么样叫做太棒？你看我们有冰箱，开足冷气，东西放进去没几天就坏掉，尤其像在台湾，蔬菜水果很快就坏，什么吃的都坏，你看人家没有冰箱还敢中午的放到晚上继续吃，第二天还继续吃，就让我回到五十几年前的乡下，哪有冰箱，为什么东西都没像现在那么容易坏，因为都是有机的，到处都是放山鸡，都是自己农都没有农药的，都是真正的，没有化肥的，没有有毒的饲料的，所有的这些农作物都没有喷农药的，养的这一些哈，鸡猪牛鸭羊都没有有毒的东西去喂他们的，所以这些纯有机天然的不容易这么样子的变质变坏，即使太阳那么热，所有的洗澡的东西都是原作物，哪个植物可以弄成泡沫洗澡都很干净，你看看这样子的地方，想要赚钱，欲望来，就开始要改变。那房子都是自然的木板啊、草屋啊，这样子自然凉爽。一旦有砖头，他们说开车过，他说那个有砖头的，那个就是有钱人，开始要变更他的环境了，把他的草屋、茅草屋什么这些木板拆掉，要砖头，那个就是有钱人的象征了。是吗？当我们现在回归自然的时候，修行越来越要自然的时候，也了解到整个大环境今天的污染，各个上了年纪，这个病那个痛，要么中风，要么老人痴呆症，要么三高症，要么什么病，癌症绝症，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改变了生活，要有钱的生活来的，改变了你的心性，贪欲望强来的，私心自私来的，不保护这个地球资源来的，好吗？我不知道，现在这样子的纯净的净土，人间的已经少之又少了，结果大家为了欲望，哇，电视的、媒体的、渲染的，哇，这些让人们以为这是真实的、好的，就开始要求、追求。他们没有读书啊，很多文盲，跟一批所谓的有教育的好比较起来，一定会看不起这些文盲的。可是他们生性自然，东西放在那里，不会有人去动脑筋要去占为己有，去偷，就是这样，非常的淳朴的眼神，像清水一样。你经过瞟了以后，你看到大家都真了，你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就开始怀疑这个，开始害怕这个，要偷你的，要抢你的，对你不利。可是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也从来没有下去拥有，完全不一样的眼神，非常的清澈。我不知道那所谓的拉木村，
现在一家有两部摩托车的，以前五六家十家才有一部摩托车的，现在改变了，有没有比以前更生活幸福美满顺利？我不知道耶。听起来我们是用物质在宣扬，你看他们改变命运了，他们一家有两部摩托车了，来吸引人来修，要求这些。可是在我现在的心境来讲，我听的耳朵里，这个叫感应吗？你的生活改善给人家看，比以前更好，比别人更好，这叫感应。但是我现在心情不是这样，我觉得一个人活得越来越自然，越来越没挂碍，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改善感应。心情越来越开朗，发生所谓的事情不像以前那么忧虑烦恼计较比较，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修法得到的最大的感应。所以真的要去改变人家的生活，我不知道了，以物质来这样吸引人家，这是对的吗？这是好的吗？好像啊，我回来的时候忘了，就说帮妙行他们做一个参考顾问，因为他在读书，选择这个中医的课程，自然医学他在读。那么中医的部分在美国毕竟不是我们中国，没有那么样子的丰富，所以学校也许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课程安排，所以他就跟学校商量，你很多课没有开，我要去读别的学校了。当初是我叫他去读这个学校，这是新学校，当然没有那么多的经验。那么我就告诉他，也没有什么时间讲，我说学历是一回事，学问是一回事。你要求的是学历，名校，有名的学校，有东西，好像准备的很多给你学习科目的学校，这是一个学历的学校，学问的学校不一样，没有这样子的功名，没有这样的名气，但是你从中确实有精研到某一个，可以得到，拿这个出来，跟你这个普通的学校什么都可学到，但是没有一样精，不同的，这是我的想法。你像我们读到大学，结果出来呢，找不到工作，什么都不行。以前的大学什么所修的都用不到。我曾经看到中国大陆的报纸报道，每一年毕业几百万的毕业生，出来都找不到工作，在家蹲。然后那种重点学校，学剪头发的，学做面包的，学煮饭的，没有一个失业。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我有一年看说是300万毕业生一年，大学生，现在我看到是700万毕业生呢。大家都读这种要学历的，要进学，都没有去学一技之长的。你看我们出来，不管你赚多少钱，都最基本生活都要靠人家。都没有去想到学历是不一样的，学问不一样的。我现在不再去叫人家去看学历了，你生存的条件都没有，你去读那些干什么？那每一年前仆后拥，多少人出来呀、要跟你竞争在这社会上生存呢、你拿什么来生存？那你一开始就没有那个目标，活力的目标，你就会萎缩，你就会失望，你就越来越人生越来越不积极，悲极悲观都来了，你就一无所成了，就是这样，就逃避了。就是一开始你的立点就没有正确，大人家长眼光都没有正确，一技之长最重要，
一技之长都最重要，这是要告诉大家的。所以我就告诉他，你要学历还是要真正的学问，我就这样告诉他。快快毕业了，你说我不能在这里待啊，他们那么慢，哇，我要科系什么都读完就毕业。我说毕业后呢，你什么都学，什么都不专。我们以前学了20几年，学到哪里去了？从小不晓得在教什么。我现在回头去想，我花了20几年在学校，我到底吸收了什么？吸收了怎么跟人家争，怎么斗，怎么保护自己，践踏他人，怎么踩别人的头顶上去的，就是这样子啊。你以为学到什么？那学到满身病，因为饮食的正确观念教育都没有学到，好吃就好，就是这样子啊。心理作用，贵就好，好吃就好，包装好就好，味道香就好，就是这样子。然后什么东西都不管，里面到底是什么做出来都不管，加了多少的毒素都不管，反正吃啊吃啊吃啊，装潢漂亮就好。我记得这一次回去美国，那个中午跟妙正出去，他说妈，我们去吃个饭。我说好。我说哎，我们到那个有一个餐厅啊，这个卖台湾的食物，骂完我们去吃吧。他说好，牛肉面，我好，很久没吃了，因为他们都吃西洋式的、美国式的食物，我回去才有吃中国式的食物。我说好，我们就去。就一进去，门口就贴了一张纸。他说：“哦，妈，这个餐厅不合格，被检查，啊、哦，不合格，所以贴这个有待改进，才能够 pass 的。”我说：“哦，还有这回事啊，我没有注意。”他说：“是。”啊，他们懂的人他就看。那我说那这样子好吗？可是我们人已经走到门口就走进去了。然后服务员小姐就过来说：“你们要吃什么？啊，要吃什么？要在这里吃还是带出去吃？里面没有人嘛。”那我就很直接了，我说：“你们外面贴那一张纸啊，还没有通过这个卫生检验的哈。我儿子刚刚说，这个还没有通过，那这样子我们来买东西好像不太心安。”我就这样子讲了，我也很直接说了，你们要赶快改进哦。我就这样子讲。哇，这个小姐马上看妙正，里面那个柜台后面有一个大洞，大就是里面的老板啊，好像一手在做东西，也同时就看着我跟妙正。哇，那个眼神之力哦，砰，好像两道利光利剑，砰，就马上射过来，那种气跟那种，他们都不讲话，就很恨的样子看着我们。那妙正就说：“妈妈，我们走，千万不要在这里吃。”我说：“为什么？你刚刚这样大嘴巴一讲，等一下每一个都吐口水在上面，然后你都不知道他放什么东西下去，我们完蛋了，千万不要在这里吃。挖鼻孔，挖鼻屎，什么样子，调料给你一盖，香菜给你一弄，你怎么知道里面夹了什么料？”嗯，好，我说好吧，你就不要讲啊，你不要吃就不要讲啊。我说要给他反应啊，不然他们永远不会改，生意就结束了，像你看得懂的你就不会来了，对不对？后来我们到别家，哇，整个墨都贴着合格的，就只有这一家。你说他压力大不大？那是如果是你，你们会讲吗？我不知道。啊，那个妙正说：“妈，为什么你现在越修越直话越直讲呢？以前你都不理的，为什么现在你看到别人有什么，你都会去跟人家讲？”我说：“因为以前都认为自己本身个人或是怎么样的地区有什么不对，大家应该会懂得会去改变改进。可是我发现到这么久以来，
不管是自己周遭的或是环境或是他人的，依然没有改变，我就会急。我觉得尽我一份心去做一些建言，做一些提系，那么我就尽到我的心了。他改不改未来那是他的事，可是他根本都不知道他到底哪里出问题，没人告诉他，他就一直这样子错下去，就是这样子错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们明知道这个人有问题不告诉他，未来在阎罗王那里同样都有共罪，这是我们知道因果的人很可怕的。所以为什么要讲？做老师的，做站在讲台上的，做指导人家的人，为什么要教？不断的开示，不断的教，不断的讲，也就是在教大家不会的事情，正确的事情。你连这个都不去讲，那你站在大家的前面做什么？跟大家说话干什么？我这次去我才知道，哇，那么多人听我的网络的开示，哎，他们在跟我讲，我说哇，你们真的跟金母很有缘呢。因为是金母2011年11月13号在台湾的宜兰沙雕中观堂主办的，那一尊金母跟我讲声音，就从此以后你们一定是这两三年了。他说是啊，竟然有的道场还拿我的开示来开示，来教他们，来跟他们讲。可是因为他们的语言不是中国话，国语不是那么好，所以他们就参参参参。但是突然出现来了一个贵人，天兵天将，哇，竟然会翻译耶！啊，翻译把它放在他的网站、他的脸书上。我说你翻了多少？他说不知道，反正听到就翻，听到就翻。哦。就会有这样的事，然后我跟他讲，跟他要这个，非死不可的，对不对 ？Facebook， 脸书是叫非死不可的 ，OK， 啊，这样子加在我们上面，有人要听印尼话就可以听得懂。他们很积极，哎，还竟然出漫画，哎，在我的开示当中讲因果的，我觉得很好，这都是金木，这不是我的力量，这是金木。这么多年来，突然之间金母要把我所说的开示让有缘的人听到，他就自然安排了，否则不可能，哪有走到这里也听，那个人也听，这个人也听呢？在这个两三年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我们说了20几年怎么都没这种现象，就在他2011年11月13号这场法会以后，砰砰砰砰砰砰砰，那连桥法师说什么？他说真的是哎，他听我这样讲，他自己事后去想，他那一天晚上都不睡觉，哇，整夜不知道你是做什么，你整夜不是要做什么，把他就那天沙雕的开始，沙雕的开始，你怎么就是把那些开始。他是一个外行的人，突然那一天有灵感，哦，就知道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去把它接起来，哦，就这样子。所以这都是金母啊，这不是我。所以当他们在跟我讲什么，我说你们是金母安排的，不管是欢喜来接听的，或是不欢喜来找渣的。听说有一批人啊，哦，在记录，在听闻我所开示的，然后呢，哦，还传说，因为有人听到我的开示，还更去把它广传，哇，这样那样，你看，哇，好像当作证据，马上他们去传的时候，马上就收到警告，就收到警告，你不可以这样。好，我们也会去找讲话的这个人，就找我，拿出证据出来。拿出证据，很难看的，要找证据是很难看的。像道场，多少道场跟我讲，上师我们不敢请你，因为
他们指示说不可以请你来。你要叫这些道场全部站出来吗？上师，我们不敢赞助你，你那盖内藏寺我们知道你很辛苦，但是他们说不可以赞助，不可以怎么样。你要讲这些人出来吗？大把人啊，压不住的啊，是不是？你要去找人家对你怎么样的人吗？像当年就有人哇，用手推我，又各方面，我们摄影机都拍下来的，你要去把它破出来吗？什么叫证据？心，你的心坦荡荡，你的心光坨坨，这就是证据。你像师尊，被多少人不了解他的教外人士、教内弟子人士批评、破坏、毁灭、指责、谩骂，好，说什么样子的谣传，说他是魔。几十年来的他出道到现在，骂他是魔的人现在怎么样？一个魔能够今天是这样子的成就吗？这样子的法相吗？我们人都会分啊，小 baby 都会分啊，看到一个那种凶的，哇，都会怕，都会哭啊，看到慈眉善目的都会笑啊。连不懂的人都知道，你看师尊，你看那种笑容，你看那种表情，你看那种样貌，那是魔的样貌吗？相由心生啊，你的心里是怎么样，你的相貌就怎么样，不是说丑跟美，你自自然然，你再丑的人，你眼神都会露出慈悲的样貌啊。有一年，洛杉矶有一个同门跑来跟我讲，上师，你知道你们家师兄以前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哎呀，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小喽啰们看到这个大哥啊，大哥大，哇，走起路来，哇，那个飞机头，哇，那个窄管的裤子，那以前特别流行那个黑色裤子，下面穿一截白袜子是吧？那尖头鞋，哇，走路在我们那个村的时候，哇，大家都呼啦啦的，想不到现在眼露慈悲，哎呀，让人家看了好感动啊。哦，让我知道以前他在做什么。因为周兄从不讲他以前做什么啊，一切都是好的，竟然有人去认识他以前的历史。哦，所以放下屠刀永远不晚，立地成佛就是这样啊。虽然他的样貌长得非常的凶悍，可是向了佛心就软和了，就软了，就是这样子。如果照那一位师兄跟我讲的以前他是怎么样，那太可怕了，可现在也改善了。是的，就是这样，相由心生啊，人就是这样改变来的，要这样改变来的，大家都会心去量的，不需要用嘴巴去规定人家怎么样，用什么样子的行为、言语、字、文字去限定人家怎么样，因为人都有佛性，都有善根，都有慧根，心中都有一颗光明珠，会去照的，搁着亮着的，一时的蒙尘，只要及时去擦拭，有光明柱照，就会亮开来的，不需要用你自以为是、利己、失己的观念去控制、限制，真相一白，全部都清醒了。一时被盖住，但是它会清醒的，就好像停电，灯光亮着的晚上，房间啪一下停电，一下子伸手不见五指。
又没有照明的工具，你就只有怎么样？等待了。等待什么？等待电灯、电源再来。但是在等待这段时间，你会适应黑暗。慢慢你的眼睛视力，一段时间过后，一下子变黑，你不适应。但是在黑暗当中你会适应，你会知道哦，这什么这什么已经知道了。你走起路来照样比较不那么快，也可以走路不碰到桌椅了，碰到东西了，你能适应了。就像半夜你起来上厕所，你不需要点灯啊，你照样可以摸着去上厕所，不会跌倒啊。适应了，为什么？因为你心中里面的光明会点起来，会亮起来，让你从眼睛这里可以射出去看见。人们不可能永远都是笨的，愚笨不清醒的，他总有他的经验经历会增长他的智慧的反应的。所以不能用你个人自以为失智的这一种手段来压制人们的佛性显现。只要是皈依真佛宗，只要头顶着根本上师，只要修真佛密法，只要护持，他的光明度就越来越亮，智慧就越来越增长。压不住的，骗不久的，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尤其是真佛宗的弟子，个个都是莲花童子的化身，都是同等的，等同的。今天他有光，明天你也会有光，今年你有光，明年人家也有光，今年你有什么成就，没有多久别人也有 同样的成就。不要以为永远只有你个人，大家都要分发出去，同样行使你的愿力的。这是我的认知，所以要去不断的唤醒大家，不要只有哪一个人才行。你看根本上是行，不是只有他一个行，我们都是他的化身来的，我们都跟他一样等同，都行。不行是在于你不愿意放得下你的挂碍执着，不能是在于你不敢承担面对。所以我讲活越老越怕死，越怕死，这都是不正确的。人都会死，人都会死，没有一个人不死的。所有宗教的创办人现在在哪里？你看坐在这上面的这些佛菩萨，以前如果轮回是人都已经死掉了，现在变这样的。你明白这一层道理，天天都有落叶，你怎么没有为了落叶掉下来在哭呢？在舍不得呢？因为那是自然呢。你早一点有这种心态，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去动摇你的心，你就知道这就是自然。那么当它在树上放一天，生存一天的时候，就绽放那个绿意，让人家欣赏开怀。时间到了就掉下来，换新的再出来，新叶再出来，这是非常非常的自然的道理啊。人要越活越有这样子的顺其自然的心态，整个人生观会不一样的。千万不要用自以为是，你已经成就了吗？你问自己，你已经跟佛菩萨一样的智慧了吗？你如果没有，你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你的说话都是错误的，因为它带有自己我执的观念在，我执的想法在，举手投足是不是头举手投足，告诉大家都是多余的，利益不了众生都是多余造业的。活在这个世上很可怕的，每天都在造业，每天都在造业。
真的是多余的，只要没有利他都是多余的。一生当中你做了几件事情是利他的？看不到人家表现，看不到人家的光环，看不得人家的好，不能随喜，不能赞叹，不能赞助，哇，阻止人家行善，阻止人家建庙，阻止人家建校，阻止人家做好事，哇，不知道未来要受多少的恶报啊！一般人也就算了，不懂因果，但修行到今天这种程度，真佛密法能够速成道的这一种宗派，如果再造业无明，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做啊！真的慨叹呐，心酸呐、已经修这么久，得这么多法了，你看我们到这么远的地方，铿铿锵锵，这么累，这么热，连个晚餐都没得吃了。什么都没有的，你看他们只有修莲花童子法，没有了，最多个金刚心菩萨法，没有了，不懂了，没有人去传了。你看我们得多少法的灌顶，得多少法的认知学习，师尊的书多到200多本都没有人要看，那你连一本都没有，这么幸福，这么大的福分，竟然不拿来把所学所知去利益去宣传，拿来这样计较，拿来这样比较，拿来这样破坏，拿来这样阻碍，拿来这样子互相自残残杀，都在内耗。一个人的能量累积起来非常不简单，你自己一直要消耗掉，那是你个人的无知，很可惜啊。智慧吧，你知道智慧吧，金母，你要我说的话就是这样，对不对？你给的灵感，你给的语气，你就给有缘人去听吧。依照您的法力，依照您的这个心意去传吧。要传给谁听，谁就去获得来改善吧。我只能尽到这样，我一个人走遍世界有限，但金母要用现在最新科技的来帮助宣传，然后来呼吁师尊真正的精神，要众生获得的这一种目的，那么金母您安排吧。好，谢谢大家，一切吉祥，嗡嘛呢叭咪哄。买了很多那个去买那个饲料都没有吃。不是你给他没有住的环境，人家那住的环境有那个弄一个那个圈，然后有木头有石头有一些水把它弄起来，把它弄起来有点很自然的一个环境，让他在那边爬晒太阳，不要跑到哪里担心怎么样，自自然然有一个好像一个围扎这样子，让他在那边很自然，这个屋顶掀开来晒太阳，他平常晚上在那边，对不对？有一个自然的行走，是不是？所以他要喝水就大杯水，弄点青菜，弄点树叶，他要吃就吃。而你这样子换来换去，他不定居所，居无定所，所以让他能够安宁居住这样的环境，是不是？哦，对不对？他说是啊，他常常给我搬来搬去的，一下放盒子，一下放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他还藏到外套袖子里面，突然跑出来。什么？他自己还爬到外套里面的袖子里面藏起来。因为习惯了，你都常常给他这样子嘛，所以他就这样。哦，对不对？你现在功课做得怎么样？他说他现在很精进哦。是吗？你做了多少功课了？800万遍莲花童子心咒念完没有？保证往生的。人念800万遍，畜生要念 double、triple。2倍3倍才能够去除这样子受到畜生报，其他的恶道的这样子的人道，毕竟是比三恶道还高的，所以世尊跟人道讲800万遍，
那你呢就要念多少遍？3000万遍至少。念完没有？他说这样子说他好像就一半。好，加油加油，越念越多是越好的，知道吗？他讲上次我爱你，我也爱你，我也爱你。OK。Om Guru Lensan Siddhi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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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ensan Siddhi